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拆开变形警车破例的玩具。拆开第一个玩具盒子，当当，这是我们的变形警车破例。破例现在要出发去巡逻了。再拆开第二个玩具盒子，这是我们的消防车罗伊，罗伊背后有一个水枪，罗伊要出发去灭火了。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，这是马林游轮，马林要出发去海上了。拆开第四个玩具盒子，这是吉普车波器，波器也要出发了。拆开第五个玩具盒子，这是校车斯库比，斯库比要去送学生上学了。拆开第六个玩具盒子，这是甲壳虫车米妮，米妮也要出发了。拆开第七个玩具盒子，这是救护车安巴，安巴要出发去救人了。拆开第八个玩具盒子，这是邮差车波斯提，波斯提要出发去送信了。拆开第九个玩具盒子，这是大号的破例警车，我们给破例戴上护目镜。再打开探测雷达，出去执行任务了。拆开最后一个玩具盒子，这是大号的安巴救护车，我们给安巴也戴上护目镜。车里有很多医疗设备，这还有个心跳计，我们装到这里，可以出发去救人了。